节日快乐！好，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，开始有时间拍。所以这个是 Milky， 这个才是你的狗吧？是我家的狗。然后这个是咖喱，是他们家的狗狗。他们是你的朋友是吧？对，这是思如，然后这是小星星。Hello。他们是男才女貌哎，我觉得过圣诞节最讨厌就是看了一对，对狗男女，没有，你还吃了一对。你刚狗一进来，他们都互闻，互闻真的不知道互闻很久，然后各种转圈圈转圈圈，然后我们看都很不好，对六九，对啊，然后你的狗好像被他上了，是不是？差一点点，我很担心，就怕菊花它的菊花被爆了，这可以剥啊，我去，会流血，第一次会流血，你有烦死你吗？哦，有，我还真不知道原来泰迪的性欲是这么。真的，就其实你知道吗？别人形容，比如说一个人就是很爱啪啪啪，或者说那种，就是说他是最近很泰迪精之类的。那我应该算是人里的泰迪哦，不知道哦，看不出来哦。这样啊，就你看他比较喜欢我，没有过去。他真的很比较喜欢你。来，我要喂奶。因为我最近也养只猫嘛，我觉得养宠物真的让生活就是改变，它走了，它真是改变，就添加很多乐趣。但是我觉得就养猫唯一美中不足是它感觉就是你是它的室友啊，就我就感觉它是你的狗奴，快起来了，狗奴才。其实感觉养狗人跟养猫人可能性格不一样，但是我之前不觉得我是一个喜欢猫的人，但是我养之后就还不错。但是你跟猫，我其实是比较喜欢狗了，。但是觉得狗就是比较麻烦，比较出名的摄影师，所以我就是也没有办法。对你活就很多，对呀，娘炮是开玩笑。没有，我真的是觉得你们冬天要去放狗真的是太伟大了啊。对，真的都冻死了，就是像我是懒的，就家里有院子，就直接一开门，没有可以出去尿尿就好了。我都是一开门就出去带它，对，直接就是我。我们养猫就是也会铲屎，就是对，不一样。它们很干净，对，它们有大便都会直接吃下去。开玩笑，还有。刚好都是男生，都是男生。动物里面是没有分，这就是你说就是 sexual orientation 吗？不是，就是不同的性别可能长相会不一样。有的动物，比如像狮子，公的狮子不是毛多，婴儿一样，就是那个婴儿，我总看不出来他是男的。对，就像我小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知道吗？我小卷皮寿司啊，我小男的，卷皮寿司，很像吗？真的，我第一次。你是很小就过来的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也生狗，我也生狗，本来是5-6年，跟我们差不多，就是中文跟英文差不多，中文也没有很好，英文也没有学得很好，但是你好像是家学才过来，我是18岁高中毕业才过来的，因为我们节目是主要聊性的嘛，所以宠物的性聊一下，就是我觉得宠物就是没有像我们人这么多姿多彩的，就是你看，就是他们是不是应该也是要找男女朋友？其实应该是啊，但是有这样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对固定的挑吗？对，可能会对身体好一点，他们可能会有，对，他们会选就是身体好的，这样才能下一代的繁殖，对，基因才会好。他们都说就是他因为只有一个蛋蛋，然后如果他要是再去交配的话，可能下面生出来的也只有一个蛋蛋啊？真的吗？因为我还蛮喜欢狗，我先训练猫就跟狗一样，我说 sit， 我在等它吃，它像听懂 sit， 但是它听不懂 hand。哦，我下男的还对，而且他们会卸了，他们还会，比如说猫还会就是你跟主人就要撞头这样撞一下，那个是黑人吧？还撞胸，橄榄球队员，橄榄球就比如说那种，嘿，我回来，我下那种右边，哇，回家猫就扑过来了，这个 international 一个笑，好吧 ，OK。Christmas and New Year, a happy holidays. 对，然后对，那我们下期有机会再请你们两个一起来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下次就不会讲这么简单的话题了。下次可能讲这太素，今天太清淡了，真的。因为怕第一次上来就吓坏你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OK， 看。你猜他多大？几磅吧？看一下，应该20多吧？厘米吧？20多岁，公那个
单位请说准确。对了，毫米，毫米，毫米，太牛了 ，Michael Penis。他人家 Toy Teacup size 比 Christian 还小。哇，现在一些小孩都长得真的这么成熟，发育得很对啊，发育得很好，怎么感觉会聊歪？我错了，发育什么不像 Milky？ 你看这种笨蛋被割掉，下面就发育不好。对，你这样我怎么接？好难接。哇，他才十几岁哦，刚二十吧，刚二十，你跟我弟一样大。他生日是元旦，1月1号。哇，那你生日快到了，对对对，加油。生日快乐，提前！谢谢。我们要来，没有，我今天有专门准备蛋糕，然后Happy birthday！ 哦，长花的蛋糕，烦死了！哇，你跟弟同年的，我弟也是97年，对，97年11月。哎，你弟也是天蝎啊？他是射手。哦。十一月。对啊。那。对了。哦，对了。对了。但是完全。看不出来，他就像妹妹啊，因为你也不老。就我今天你这样会开心。我今天讲过也不老啊，为什么说就是他高度啊那种都没有，而且他很可爱，就是那种很啊对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他来上班的时候，他第一次来上班，我们两个是同时进公司的。对，我来。我想说，天，你大学刚毕业吗？就是想说是个小妹妹的感觉。然后，难道不是吗？就没有，我就真的更嫩，就很嫩，真的很嫩。想装一下，没装出来。他饿久了吗？我是公司年纪最大的，真的吗？我比 CK 年纪还大，我比 CK 年纪还大，年纪都大，我比 Leo 年纪。对 ，Leo 是个奇葩，因为 Leo 他感觉很好，我比 Leo 多年。Leo 比我，Leo 跟我，我也跟他说，你们把 Leo 拿来，但是 Leo 行业的标准，但是好吗？他比 Leo 都还要差，Leo 看到自己会怎样？